今天要去喝喜酒，噔噔，我们到会场了。现在我们要帮忙代位，我们今天是招待，招待。GoPro， 那是几代？七，没有买最新的。没有哎，买了之后它就出新的。哦，我现在要买新的。八，对吧？因为我是六代。很帅。焦点是什么？阿姨好美哦，幕后直击，嗨！他夸谁夸我？又帅又美，帅帅美美，三个呀，对，看你好美啊。
主桌呢，应该也是有非常自豪的表情，看着台上的美女在。